整片白色人海把凯道挤得水泄不通，军工教14万人史无前例大游行讨尊严，甚至放话政府不给个满意交代就二度上街发起十月围城。反污名，反污名，要尊严，要尊严，大呼口号，甚至有人要求小英下台换掉林万益。蔡政府推年金改革，14万人民的反弹声浪成了蔡政府执政至今最大危机。总统，军工教说等不到回应要酝酿十月围城怎么办？总统，今天还要走自己的路吗？面对呛虾，小英抿嘴勉强露出微笑。军工教的怒吼，蔡总统虽然听见了，但年金改革蔡政府依旧铁了心带着钢盔往前冲。口号式的、宣言式的回应，我们就很满意了。从此大家就不再说话了。政府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和态度。那么是不是会恶势上街头？我相信我们联盟里面所有的朋友都不排除会有这种可能。军工教代表愿意再给蔡政府一点时间，府院能不能前辈沟通，想办法寻求双方共识，成了十月围城的导火线。这是陈宪林 SNG 小组台报道。